一，很好。那我也很累啊。哎，你俩是一体的嘛？嗯，不下班了。我就有达标喽，我可以下回看论。不不，你先练，<笑>九，十啊，把它放下。好，再来了。不下了，下不来了。不，下一个姿势换抱的。啊，换抱。不抱，对对对。哎，张真人，我跟你讲，你练他的那个弹跳能力。 不不，他已经过了，我练。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下一次我练你，我练他干。我只想要求我的宝宝一件事情，什么？我每次抱他的时候，希望他跳高一点。啊，跳高一点，试试。我跳很高。其实你应该蹲一点，为什么要让菜菜跳高一点呢？对吧？对呀。我走过来，我觉得我已经到了，你先告诉我怎么看那个 KPI。 还十呢，赶紧的，快点，不可能，我背他才十，那再抱一会儿，来，我给你做示范，就这样啊，一，加油，二 ，OK， 哇，很不错，我感觉我都在练核心，来，还有三组，你怎么也那么喘？ 你不应该喘，你他有点沉。来，再来一组，一，很好，二，三，弓箭步，啊，上身要稳定，上身稳定，稳住，感觉腿部在发力，然后大陆马上就要完成了，十二，十三，很好，十四，十七。 啊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加油，大陆，马上就要完成了。好 ，OK。